设定 the buffer master 的话，哎，这slave master 的话，我们的 parameters 一个，192.16/30嘛，然后就 read 跟 write， 然后这个 master slave read 到 master 到 slave， 那这个。 第一到第二，第一到第二，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slave 的部分。slave 的部分的话，我们只要设 parameter 39，这边不用设，这边就不用设了 ，OK。 现在这个是 master， 这是 slave， 那现在连接到 master 上面去，我们按 F3 之后，它这个是0嘛，那我们把 OK。 然后我们把这个改到 slave 上面去。slave 上面去的话，好，现在这个现在是哎 slave 嘛，对不对 ？slave 好，那现在是0嘛 ，slave 也是0。OK， 那好，现在改到 master 去，好复杂哦，我就把它给。 好，启动，第100是50。好，接下来再改 slave。好，现在是 slave 了。那 F3， 第100就是50了。OK。 SD 188，会有数值出来，然后再把它给拔掉，变成0了。OK，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把它给插回去，这终于出来了。OK。